BCAV 平台，日本国产素人影片集权，高速稳定不卡顿，24小时只会弹出两个广告，拥有思想公开片单功能，中文字幕影片更新快，想要极致体验就到 BCAV。 大家好，我是老色批江灵，本频道正常每周三五正常更新，如果我不犯懒的话。如果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，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订阅一下，万分感谢。在日系 OV 中，说到 MTR 那一定离不开黑人系列，即使是在欧美乃至大陆，BBC 现在也是各大黄色博主的流量密码，只要你宣传自己出轨过黑人或在身上贴个黑桃纹身，就会引来众多 NTR 爱好者追捧。但往往现实中真正尝试过的没有多少人，通过在一些影片中看到的硕大龙根，使一些想尝试的亚洲女性望而却步，再加上各地媒体对黑人种族的恶性宣传，更是减少了尝试黑人龙根的想法。本期介绍的就是让很多绿帽妹黑感兴趣的黑人 OV 系列，江灵对2022年的所有黑人 OV 进行了筛选，挑选出了14部作品，其中五星作品4部，四星作品10部。那废话不多说，那福利来一波，冲冲冲冲冲！黑人系列影片五星推荐第一部 ,@-539 被黑暗击垮的新人女教师。小香香是一名新任女教师，她第一天到学校时很紧张，于是校长把她介绍给了两个富有爱心的黑人英语老师，丹尼和瑞克来照顾香香。一天放学后，丹尼代替一个逃课的学生帮助小香香打扫教室，但目的却是要侵蚀她的身体，在得逞之后就拍下照片用于威胁，还叫来了同伴瑞克一起。这一幕被校长看到后，本以为会得到帮助，但校长却承认了自己才是这件事的罪魁祸首。好评，大家可能要问了，你介绍松本一香那期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部作品放在五星里呢？那是因为我还没看 AI 修复过的有马作品，看完后我就被小香香那吃着大龙根的诱人小嘴吸引了，也就是因为这点我才会放到五星推荐里。如果没有 AI 修复版本，其实也没有特别经典的画面可以观看。差评，除了 AI 修复版几乎没有特别欣赏的片段。黑人系列影片五星推荐第二部 WAA-217 黑人解禁，蛇蛇吃下一生中最大的鸡脖。女主由美香扮演一名老板，在一次旅行中与黑人军团发生了关系，这是一场蛇蛇与巨大龙根的较量，由美香用她惊人的口技征服了在场的所有男嘉宾，她的情欲力量即使是面对三个黑人也不会有丝毫减弱。我真的很想看看这个女人被彻底征服后是什么样子，但作为硬核女优的先锋主力，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机会看到这一幕。好评，口技作为由美香的顶级技能是必看项目之一，而面对如此粗壮的黑人军团，他的口技也丝毫没有减弱，在视觉听觉上都给予观看者很强的冲击力。差评，不满意的就是没有什么剧情，纯硬核题材的确不是我的菜，如果放到10年前我可能会更加欣赏。黑人系列影片五星推荐第三部 Mate-762 激素的黑人男子是个性变态怪物。女主贾英不能从丈夫那里获得欲望上的满足，寂寞的她只能通过自慰的方式来化解内心的欲火。有一天，丈夫公司的黑人实习生来家中寄宿，女主无意间看到了他两腿之间的庞然大物，瞬间就被吸引住了。于是她主动找借口与黑人搭讪，并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份代替丈夫的安慰。送上门的猎物怎么可能放过呢？仅仅一次，女主体内被封印的欲望就被彻底点燃，之后就对黑人迈克尔的龙根沉迷到无法自拔，终究还是在最危险的日子里被下肘。等黑人走后的一个夜晚，与丈夫刚完成夫妻生活的她，让丈夫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黑色假龙根，让其使用这个东西来满足自己还未释放的欲望。当插入的那一刻，女主找到了期待已久的感觉。好评，往往看到的此类黑人影片都是女主被动接受，而这一部 NTR 作品以主动出击的形式，表现了一位寂寞人妻释放欲望的过程，还是很有看头的。差评，说是一部 NTR 作品，但代入感不太理想，几乎没有与丈夫的互动行为。如果最后怀上黑人的孩子，也许会更加符合 NTR 这个词的含义。黑人系列影片五星推荐第四部 GVH-355 现役最强的极限菊花。这部作品只有少数活跃在 OV 界的女优才敢尝试的超硬和菊花影片的第四部。这一次的女主是早就在肛肠科挂号的潜力女优望月彩香，她的表演一如既往的硬核变态，和这个系列作品的前三位表演者一样出色，轻松的与两个黑人男友进行双孔插入。当彩香从头到尾被侵犯菊花时，她的呼吸会变得粗重，声音也非常原始真实。我非常期待她在日后作品中更加优秀的表现。
好评，望月彩香的表现一向优秀，不管是硬核影片还是剧情，都拿捏得十分到位，我是真看不出来他是演出来的快感。差评，非要说缺点，就是身材与样貌可能不太符合一部分人的审美，但本人还是很认可他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车牌会放在评论区置顶，咱们下期见。视频广告，网速卡顿，混乱收费，片源稀少，无法收藏，密 CV 帮你解决烦恼。这里拒绝海量广告，拒绝网速卡顿，拒绝影片不全，拒绝收费体验，还有专属片单一键分享功能，极致的体验到密 CV。